一千七的。志玲姐姐。哎，这不能输啊！战争，这个要打好。待会到，我看看他们是谁拿起哦。哎，那个盗贼，待会这样子哈，你从头到尾盯住，他们有没有三步？我看先等他们有没有三步。他应该如果是混分的话，应该是像刚刚那样。并不而已。好，那应该是混分的，那就把那个小的打掉吧，那补的打掉。补得法师转了，补得法也不用了 ，A 起来就好。哦，他们三补哦，认真哦。那个待会那个娃娃的，待会那个先打，我看哈，志玲姐姐，志玲姐姐转法师转，可能会先一波法师哦。好，我会看他们。然后那个帮忙多吹，那个小的你帮忙吹一下那个五针，看你尽量多吹，补多吹。我们只要一爆发，我会喊爆发的时候，你就帮忙吹起来。对面三补，盗贼你从头到尾盯住那个社会闲杂人物，你就一直盯着他，你就是从头到尾没有要跟进，我就一直盯着他，一直盯着他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因为他不会潜行，冲冲冲冲冲，来社会闲杂人员，哎来来来，就往着他那边打，往着他那边打，对对对对，就打他，对对对，来来靠过来靠过去跟他打，对对对对对，把他打死，无敌，来他无敌，对，来无敌去，没关系，来打战士，没关系，就他进战斗就好，他有进战斗就好，来无敌结束哦。没关系，来，那个你把那个后排战士点掉，来补多往前。作茧复命结束，破绽命令怒吼。来志玲姐姐，来打志玲。他们猎人队友分开喽，队友卡队友。来志玲姐姐，自己往前，来打志玲姐姐，来打志玲姐姐。赶快过来，右三。来打志玲姐姐好吗？志玲姐姐 ，OK 很好。来法师一波，来法师。加尼尔的精华。来娃娃德鲁伊，来补，来娃娃德鲁伊，有一个小。树皮，狂暴回复。我换他。乃德换。强效炎爆术打断成功。OK， 来转炮。那个死掉之后打伤了。长矛是第二。群雷神照。OK， 漂亮。来打上满，把那个后排那上满点掉，那个上满点掉嘛。来，社会闲杂人员 ，OK， 就是哎，他们谁拿起来？杀气组往回杀，杀气组盗贼去杀，然后接补的那个谁，刚刚不是说有补要去接他吗？哎，要来帮哦。哎，那个杀气组直接去杀，剩下的滴滴把他们的补都过去。目的出来。哎，我们的补接上，来，往我们的气手那边靠，往我们的气手那边。来护，来直接打那法师好不好？比比鸟来打，哎，不是比比鸟，讲错了，小猪比比，意气风发，雄鹰守护，来，骑手慢一点，骑手慢一点，骑手你要随时注意我们的补的位置，来那个老皮风暴猎酒，老皮风暴猎，强效炎爆术 ，OK 很好，来小猪，他没有位置，强效炎爆术 ，OK 漂亮，来法师，一定要打法师。我换他，快打断，冰箱，快打断，打断就来法师冰箱，来法师冰箱，来娃娃德鲁伊，打娃娃德鲁伊，娃娃德鲁伊，回家吗？回家，直接回家，直接一个补库就好，一个补齐根就好了。那个五针你进团队，然后盗贼你潜行，
大神，你前行回家。对对。DK 哦。对对。对对对，那个道者你就去盯他们的那个什么，来来来来，来那个谁，那个杀气组回去，杀气组回去。拿出了，应该要面面。那个小德你回去就好，小德回去。对对对，那我们的近战继续盯。五七，你后面有人，谁往回跑？我补不到你。你往回跑，你往回跑。冰冻陷阱。来来来，那个家里几个？符文武器。一个法师，一个法师应该可以 solo 掉，应该可以 solo 掉。来，可以交齐吧？交齐。饰品一，星界转移。哎，漂亮漂亮，来来来，推一点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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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娃娃德鲁伊有没有看到？你把他闷住，你把他闷住。对对对。五息没关系，你闷不到就算，没关系。反正你盯住那个社会闲杂人员，不要让他拿到旗子就好。反正他只要不要。直接拖战回清队伍了，五息。OK OK， 你管回，你管回。来就把那个什么那个战士点掉，战士点掉。Okay, 其实兔兔要先给兔兔一个补。来 TK 把 TK 等掉。OK 很好。来，待会你拿旗子你要小心。我兔兔。拿旗子要小心哦。哎，我们跟着那个骑手，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不用追。他们拿旗了，然后他们拿旗是吧？那个盗贼鸟的回去杀，再拿盗贼鸟的回去杀，来其他人上马。来，那个你那个拿起哈，那个武真你先跟起手，武真你直接跟起手，我们剩下人去杀起。你们东边看他们的补在哪里？因为他那个老皮风暴烈酒来补度。他自己冲过来。对，把杀掉。晕。他们旗子哪里出？旗子哪里出？还没出来吗？哈，来打德路易，小德路易。我换他。不要了，千万不要。不要让他们脱战就好，不要让他们补脱战，不要让他们补脱战就好。拖出那补，啊，你不要让那补脱战啊！哎呀，来，回来。明熙让你的血量，来直接杀起，直接杀起，快点，直接杀起。那个补，你注意一下。来直接杀起，直接来杀起，我爆发一波，来点，是，漂亮，来德路易，打断成功，来打小德，震荡二分金复苏，饰品一，来小德路易哦，拳击，来十 ，OK 漂亮，来老皮风暴烈酒，意气风发，仗反魔法盾。来把那个志玲姐吹墙。OK， 来志玲姐姐，不用，把那个谁那个战士点掉。牺牲咆哮，威慑。好，来，威慑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等威慑结束啊，敌人，等威慑。威慑结束。来，威慑结束。来上马。点掉。OK， 往前，哎，志玲姐姐，不要拉拖战。来，那个盗贼你回家，盗贼你就回家，你待会就是我们，你就不用进，你整场都不用进战斗，除非我们杀齐，哦，除非我们杀齐。小德你也回去杀。小德你也回去，小德你也回去杀。来，小那个老皮风暴烈酒，我们等那补，他们另外补应该还没活。他们补都还没活，你们应该可以把他秒掉，你们两个人就可以把他秒掉了。你们两个应该可以把他秒掉。来，小猪比比点掉，他没有威慑。十，来法师。哎，志玲姐姐，好，我换他，就来姐姐来打志玲姐姐。有人接你，你要讲一下，然后看着他一下，兔兔帮你晕。OK OK。我没喊是因为那个战士，我发现他比我还弱。喊一下，不然兔兔那个晕机一直空在那边。OK， 往墓地这边靠一点，不要压墓地，压墓地我会亏。再跟这个火柱这边旁边等他们下来，他们一下来冲过来就把他们灭。然后一只一只，他们一只一只下来哈，注意那个志玲姐姐，不要让他脱战，不要让
OK， 他进战斗了。OK， 我点到他，我点到他，我点到他。OK， 就打自营姐姐，自营，你们后排打那小猪比比，那进战去压自营姐姐。我端到自营姐姐，我端到。打我，打我晕了，来把他点掉。他跑，去压，去压，去压。我还他。OK， 漂亮。盾结束。我晕他。OK， 漂亮。好，来法师。来那个骑那个贼他打你出，旗子中间啊，旗子中出是不是？来小的回家，就小的回家就好，小的跟盗贼回家就好，其他人堵住这个地方，你可以拿起来。我们的旗子中出了，那个武真，你要准备去看我们的骑手位置，你这时候应该可以脱身。他打走坡了，那个两个惩戒骑护骑，两个惩戒骑去护骑，好，那保护是如果被打的话，保护就直接丢给他，没关系。不用牺牲，不用扣那保护。新没有补德在这边，好补德是不是？不用直接打那娃娃德鲁伊，他会死，他补不起来。对，吹得好。我控那补德 ，OK。野性位移，乃得换。来把那补德送走。冰封之树皮，燃烧。漂亮，好嘞，可以回家了。漂亮。